咁啊，好，我哋第五招喎，呢个系。嗰时就应承咗，一定要讲翻电嗰个问题啦，大陆。咁啊，虽然 K.O. 唔喺度，咁我都硬住头皮咁去讲两句啦。咁啊，阿雷总斗住我啦。咁啊，今年咧嗰个限电嗰个情况咧。你問我係咪真係好出奇？覺得係即係點樣發生咧？我又唔係覺得非常之驚訝，但係有少少覺得係 shock 咗咧，就係咁早咧，九月尾咧就已經出現啦。咁我覺得哇，你九月尾都已經係咁嘅話咧，我唔知你點樣捱呢個冬天。上年個冬天咪好誇張嘅，又話凍到即係黐曬線。咁啊，希望搏一搏今年。不会那么冻了，唯有，但是现在最严重都应该是即东北三省，那些我这里位置偏去比较高一点的英国，都已经即夜晚我刚才都说了，即8度去到17度，那8度你没有暖气，没有成，如果你真的即间屋又即是窗又打开了，那都挺辛苦的，没有暖气那些成，是不是？那啊，講翻少少 background 先啦，咁啊，習大大咁當然喺即係聯合國嘅即係最新一次開會，咁啊，即係應承咗做好多嘢啦。咁啊，氣候方面咧，咁習大大一直係支持嘅，因為地球係我哋噶嘛，咁啊，即係做翻呢一減排或者即係對於減排嘅承諾咧，即係習大大一直對呢樣嘢呢個政策咧非常之支持。雖然佢冇親自過去即係聯合國咁開會，咁但係透過視像咧，佢都非常支持，同埋好似最近都。跟克里都談了一個 deal， 就說所謂的一帶一路呢就已經是不會幫一些、就是、一帶一路的國家呢去興建一些、化石燃料的一些、就是、火電 的發電站的設施、啊就是、對於一個、就是、全球減排的一個承諾在這裡、啊、但好景不常、啊啊就是、就都出現幾大問題先、啊、我分因為個問題都挺複雜、啊、我試一下講一下、就是逐啲逐啲新聞，睇下依家今次限電嗰個情況有幾麻煩先。第一，即係已經去到工業啦，因為正常佢依家咧，即係停電咧，都係應該係最受影響，一定係工業先，因為工業用嗰個電量咧就比較多啲嘅。咁跟住可能先民居啊等等性去逐級逐咁樣向下。咁啊，工廠咁佢都有 priority 嘅，咁佢覺得。屌你呢啲 PCB 咁样个 margin 咁低咁啊，即系不如你停咗厂先啦咁样。喂，咁但系雷总你都知啦，成个半导体或者即系成个电子零件 PCB 系个底嚟噶嘛。虽然你话个 margin 系最低，但系冇咗绿色嗰块嘢，咁你冇咗电路板，咁点搞啊？大佬，其他嘢都一齐冧落去噶嘛，即系唔系你手板咯、啊。你不是说 margin 低的才可以不理的嘛，大佬，你整个 iPhone 鬼不知道芯片是最贵的吗？但是是不是没有其他东西就可以一部 iPhone 呢？唉，有时候我都不太明白，即是我们有特色的一个逻辑是怎么看的。那么其实呢，即是今次即是个股市全球市场，因为即是刚才雷总都说 Treasury 升了，跟着个股市都跌了下来，那么台湾都跌挺多的，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其实在台灣其實很多廠咧都係開咗喺即係大陸對岸的一個即係昆山，昆山是即係一個很重要台商開工廠的地方。咁啊有意無意咧，就好似即係啲新聞就見到就話特登係停多啲昆山先，影響咗台灣一啲同胞先，唔好影響自己國內啲同胞住。咁所以咧就。就算呢啲啊，即系 PCB 咁样咧，都即系受到影響啦。OK， 咁啊，吉林咁咧，唔好以為就係停電喎、啊，雷總。其實咧，你冇電嘅話咧，即系電係即係基本上係滲入曬每一個有啲乜嘢唔需要電咯、啊。我就想請問，咁所以水咧，你都係要有一個即系泵噶嘛，泵都係靠電噶嘛。咁所以咧，吉林市新北水務有限公司就話：咁我佢又將呢個波咧就拋咗俾國家喎，按照國家電網要求，咁咧執行咧呢個制水咁啊，有罪嘅精神，咁啊仲要大鑊喎！你平時譬如你啲阿雷總，你係即係業主立案法團嘅主席啊，咁有時即係譬如大廈停電，咁你都知道時間哦。呢啊今個 weekend 咧，我哋就停電啦，因為即係要檢查啊佢個。
佢個精神真正喎，佢話就係有關有序用電嘅精神咧，佢就會不定期、不定時、冇計劃、冇通知停電限電，就會持續到去到2022嘅三月，停電停水會變成常態。我唔係假圖嚟嘅，大佬，呢個係2021年9月26號吉林市新北水務有限公司。哇，大唔大鑊啊？即係唔知道幾時停水。咁你都要儲水㗎、啊，大佬。我唔知道吉林省嗰度即係沖廁係用咩水啦。你仲要係如果冇鹹水，更加大鑊。咁啊，真係好大問題。咁啊，呢個啦，跟住就係國家電網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國內嘅電網咧就主要分兩個嘅，即係一個就係南方電網啦。如果北邊咧就係國家電網。咁啊，國家電網都承認咧。供電咧係會有緊張嘅情況，因為即係做緊能耗雙控嘅一個政策。咁啊，再講講咧，就係即係咁啊，北京都停電喎，雷總，即係唔係就係即係嗰東北三省喎？咁啊，北京天子嘅地方都停電，咁啊真係有啲唔對路喎。咁啊，即係呢個問題都幾嚴重。咁啊，國家電網解釋。唉，常規檢修啫，唔係特登有問題。咁就停到去北京咧，喂，這個問題唔係細喎，你知啦，即係有時即係啲措施都係北京去做嚴啊，譬如 COVID 嗰啲控制都係北京做嚴。咁啊，點都有電都要供咗俾北京先啦。北京都停電咧，喂，這個問題絕對唔細。OK， 咁啊，我就見到即係呢個咧，即係嗰個東北電網有序。用電的預警的措施呢，哇，阿雷總，即是如果你是老闆，即是開一間廠，有些就是一個禮拜來講的話呢，他說什麼？開一停六，你還要給錢出糧給員工。第二個呢，就是呢，夜晚先給你是開工。喂，那你人有生理時鐘噶嘛，大佬，唔係個個都係夜間看更嚟噶嘛，夜晚可以夜鬼嚟噶嘛，雷總都頂唔到夜啦，係咪先？哇，你夜晚先開到工喎、啊，咁你點搞啊，大佬？咁你仲要俾多啲錢啲員工，又唔可以解僱佢喎、啊，咁啊真係呢個問題真係相當嚴重，係停六開一，我真係唔識講，個問題已經嚴重到咁。咁啊 ，OK， 呢個可能暗少少咁，但係咧，即係。誇張到再頭先我咁講啦，咪好民主喎、啊！依家即係之前啲網民就話：，哇，國家啲政策咧好多時咧都係啲人民係參與唔到，但係今次停電咧有張點心紙俾你揀。OK， 喺9月22號到9月28號同埋十一月啦、十二月都要停15日，即係有一個月裏邊有一半係唔開得工。誒，好民主喎、啊，雷總，有得俾你點心紙。你是想13579不是这个六合彩或者买猫是给你这样停电啦，你想怎样停电法你跟我讲，跟着我就会是给你这样停电。哇，真的民主到这些假民主，这些东西出就照出的啫。 OK， 到时最终停哪天的话就是他说事。哇，我真的感动到，我觉得起码他肯做即最后不知道能不能做到。但起碼有張點心紙俾你，即係要用 Word document 整個身世名體咁樣，即係俾你打曬出嚟俾你揀咧。哇！感謝黨，真係好開心。咁啊，跟住個問題就係、是、吉林省咧，其實係最嚴重的一個地方。咁佢係第一個跳出嚟嘅。咁啊，其實我唔知道有冇講錯，即係雷總，如果因為能源本身都唔係好熟，咁啊，本身咧即係你知啦，個關係就係、是、即係。地方和中央啊，同埋即係上電網嗰個問題，其實呢個問題一直係即係講咗好耐咁啊。咁啊，如果地方真係要買一啲國外嘅外國煤嘅話咧，買外國煤咧要用到咩啊？唔可以用人民幣噶嘛，人哋唔收你人民幣噶嘛，要用微尖噶嘛。微尖一用到微尖咧，因為依家咧嗰個即係。國家嗰個儲備咧，外匯儲備咧，已經係即係比較短缺啲。如果俾你係亂使，你知啦，之前好唔聽話咁啊，咩海航啊、等等城啊、咩萬達啊等等城，成日向外投資，流失咗好多外匯出去。咁所以依家咧，即係地方如果真係要買煤嘅話咧，本身都係即係要向翻即係國家
中央申請之後才可以用美金去買外國煤。但是你記得我們上年開始，因為中國和澳洲的關係不好，所以中國就說不買你們的澳洲煤，但是你從其他地方買的話，那些地方都首先是向澳洲買先，跟住再加一個即係 premium 再賣翻俾你，所以你見翻咧澳洲個出口量咧其實冇乜點樣跌嘅。個原因咧就因為咧有啲買家咧就係首先向咗澳洲買先，跟住將個轉手費先賣俾大陸。其實咧，如果驗翻啲即係啲原料嘅話咧，其實都係喺澳洲嚟。咁所以即係講咧，依家就話即係買多啲俄國家最我哋最好兄弟啦。咁所以買啲俄國煤。買啲印尼煤，買啲蒙古煤，咁啊，所以就會可以即係幫助得到。咁啊，俄國煤又唔知咁好關係，使唔使俾美金啊？定係可以收人民幣咧？咁但係印尼同蒙古都，我諗都要需要俾人民幣嘅。咁啊，但係我感覺到即係依家嗰個即係人民幣嘅儲，即係嗰個外匯儲備咧個問題都係比較嚴重啲。一陣會再講。咁啊，仲有啲乜問題咧？就係去到吉林省咧，即係呢個問題，你睇下停電停到咧。那間餐廳咧係要用部車個車頭燈照入去先可以繼續做到生意，即係個問題都幾大。呢度就吉林省啦，你見到車牌都吉字，咁啊好似誇張到嗱，依家讀書咧，我唔知你細個咧，即係雷總你嗰時即係 baby boomer， 你未必經歷過啦。用蠟燭點蠟燭嚟讀書，即係。我想未去到捉啲螢火蟲擺落個布袋度，即係可以有光嘅。但係咧，依家咧即係賣蠟燭嗰個生意咧，好似升咗成十倍。咁啊，之前可能啲祭祀用嗰啲蠟燭咧，都攞嚟俾你點，我哋睇。中秋節關係啫，唉，冇諗太多，冇諗太多。白色蠟燭嘅真係好似有啲唔吉利喎，即係喺即係係咪啊？喺中國嘅文化裏邊嚟講，白蠟燭係代表可能。可能有先人過世喎，咁啊，但係如果紅蠟燭嘅話咧，啲同學仔讀書，你諗下，即係第一對眼係唔好咯，同埋你諗下用蠟燭火燭嘅機會就高咗啦，因為你有時即係唔小心即係有嘢吹翻咗個蠟燭，或者有塊布吹到去蠟燭嗰度，咁就有機會有火災嘅。咁其實呢個問題都幾嚴重。咁啊，跟住啊個圖好，跟住咧就係。做啲車輛嘅，因為停電嘅問題咧，導致到啲交通咧，交通燈都冇埋。咁啊，本身都話停咗，係停咗啲工業用嘅電先啦。咁啊，應該停咗工業用嘅電咧，都係未夠。咁所以要停埋啲交通燈。咁冇交通燈，咁所以塞車塞到咁。咁啊，仲話咧，阿雷總你住幾多樓啊？我話咧，廣東省裏邊啊，三樓以下咧唔用得。列行樓梯啊，唔該。係幾好啊，全民運動啊嘛，而家中央鼓勵啊。我想講咧，雷總，你又好彩啊，你住喺港島，港島咧就成哥咧，即係港燈咧就供電俾你，咁啊南丫島發完電之後咧，跟住就供俾你。咁啊，九龍新界咧就係用即係用呢個中電啦。中電當然有即係自己即係青山灣嘅發電站啦。但某部分電你記得啦，都係大亞灣核電嚟，咁啊75% 啲電咧都係供翻俾香港。如果真係廣東省好嚴重問題，會唔會即係呢個核電站嘅電都未必輸得到？我哋要愛國噶嘛，要俾咗啲電即係國家先噶嘛，會唔會到時即係中電有機會係唔夠電供俾香港咧？咁啊，當然係比較遠啲啦，但係 never say never 咁。不要以為覺得即係大陸的電網的問題不會影響到香港。咁啊，頭先我講過啦，開一停六，我真的不知點做生意，坦白講，雷總。咁啊 ，OK， 咁啊，有些上市公司咧已經係講到話咧停電咧影響到佢啲業績或者即係個政策啊。咁啊，我諗即係一啲 IR 問佢話停電有冇影響咧，佢就話有啲影響，不過 manageable， 多數都咁樣答。一啲醒目嘅 IR 就会咁答啦。你代啊 KO 答埋佢而家嗰份讲词嘅已经系。咁啊，喺大陆嘅一啲上市公司咧，已经讲到话，即系究竟系有啲咩影响啦？神火股份
咁啊呢啲蒙咗啲啦。預計控股子公司雲南神火年初制定嘅80万吨經營計劃不能完成，呢、這個電解鋁。哇！呢啲電解鋁啊、輪胎啊、磷化工啊，哇！全部用電用到喳喳聲，一用真係爆表咁樣。咁啊 ，ST 澄清咧，等等剩有磷化工，哇！全部已經係出曬，上市公司已經披露出嚟，限電係對佢有個影響喺度。咁啊 ，OK， 咁啊，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基本上廣西、廣東、雲南、陝西、浙江、安徽、貴州、山東、內蒙古，全部都係即係能耗雙控，基本上係好大影響，呢、這個係好廣泛。咁我哋偉大嘅胡錫進咧就話，因為咧有啲人咧就話，其實中央咧係特登自己咧限咗電先嘅，停咗電。因為停了電之後，啲工廠咧唔開工的話，你啱啱即係就嚟 Thanksgiving 啦，同埋 Christmas 咧，就出唔到貨俾美國、歐美。歐美咧就會用即係一個高啲嘅價格咧先買到嘢。咁嗰時佢啲通脹咧就好嚴重，嚴重嘅話咧，歐美咧個經濟就會衰退啲。所以點解雷總話即係咁擔心一直咧即係美國個通脹咧，不無原因，因為咧。呢、这個七傷拳嚟嘅，首先傷咗自己先，自己限咗電出唔到廠，因為始終中國都有個世界工廠嘛，出唔到輸出通脹，齊齊攬炒，哇！呢、这個真係一流，咁啊有啲人咁講法，咁但係胡錫進咧就話唔係，呢、这個絕對唔係，即係中央冇下呢個咁嘅棋嘅，全部咧停電咧都一定係要停咗啲工廠先，民生嘅電咧一定係唔可以影響嘅。咁所以真係幾明顯。頭先我就講啦，就話有啲呢、這個咁嘅微信咧，呢、這個微博咧就話特登其實停咗電先嘅，限制印度、越南呢啲功力工業化嘅能力，減少呢啲競爭對手。哇，一流！咁咧其實咧，即係講翻即係一開始咧，即係習大大當然係即係對於一個能耗雙控咧，其實真係下咗好多苦功嘅。咁啊，其實2021年咧上半年咧，其實已經係有啲糾察咧。是特登去嗰啲省份咧，究竟睇下啊，你有冇做啱我哋嗰個能控嗰、那個能耗雙控嗰個目標？你做唔做得到先？嗱、啊，最曳喺邊啲咧？青海、寧夏、廣西、廣東、福建嗱、啊，福建啊，阿 KO 真係小心啲啊！咁啊，新疆咧都好少少，好多都係咧，即係冇做好即係、就是、自己一個能耗強度降低嗰個目標，咁所以就俾咗張紅燈去嘅。做得好嗰啲咧，就係譬如內蒙古啊，即係山西啊呢啲，北京啊做得唔錯，天津啊呢啲又綠色做得唔錯嘅。咁所以其實咧，成個能耗雙控咧，其實真係做緊嘅。咁啊呢個就我想好快頭先嗰個 comment 一下咧，頭先你嗰個表咧就係睇翻就係即係中國唔同嘅省份咧，啊嘅嘅個地區啦嚇，嗰個喺呢個即係呢個能控雙控方面咧嗰、那個。即係貢獻係幾大啦？我唔知咧，會唔會有一個係按拜企業啊？即係唔係拜地方，係拜企業。如果係嘅話咧，可能恒大會攞翻多少分喎、啊？因為聽講咧，恒大而家咧就叫佢哋即係好多唔同嘅即係業務嘅員工咧，嗱嚟緊呢個十月份 ，OK， 咁啊慶祝國慶，國慶完之後咧 ，OK， 咁啊你哋可以成個十月份都唔使翻工啦 ，OK， 係啊，可以啊，好好好同屋企人聚一聚咁樣，哇，哎喂，大佬慳翻唔少電喎、啊，呢、這個真係絕對係攞分嘅一個係好機會啊，絕對有機會。咁啊嗱，快講咧，因為剩翻幾分鐘，咁啊，所以你見到即係停電嗰、那個，即係牽涉咗成絕大部分超過一半嘅省份。而呢啲省份都牽涉到一啲沿海地區啦、工業重鎮啦，所以唔可以忽視。咁啊，其實一直個老問題都係呢個問題啦，即係中國係比較缺啲煤嘅出產，咁但係你用個電嗰個就不斷咁上升。雖然你話個經濟增長唔係話個速度唔係增快緊，即係增快，即係有增長，但係個速度唔係話加快緊。咁但係其實佢嗰、那個用電嗰、那個。用途咧都仲係高緊，咁我再睇翻啦。其實之前 KO 都有講過，咁其實都有嗰幾個問題就係、是、再加埋啦。你記得啦，雷總之前即係責令我要出呢、這個即係煤嗰個價格咧。你記得年初係大約，雖然呢個紐約啊，但係即係國際個煤咧其實都貴咗好多，70蚊。咁但係依家係170蚊。咁所以去到即係、就是、我睇翻啲煤嘅企業咧。
其實呢個就係個營運成本啦。紫藍色嗰個就係即係2021年啦，橙色嗰就2020年啦。四大國企呢啲發電咧，你見到都高咗好多，咁啊都係高過係上年嗰個同期嘅時間。咁啊冇計啦，因為如果睇翻我本身對即係中國能源唔好熟，但我用咗好多時間做 research， 咁其實即係五六成咧。雖然我哋講緊話咁多用新能源咧，其實火電仲係成六成。咁所以如果火電煤嗰個嘅價格一升咗成幾倍嘅話咧，你記得啦，即係發電嗰、那個即係個廠啊等等性咧，其實佢嗰、那個即係上網電價係好複雜噶嘛。首先你要買電，跟住又要俾一個配電嘅損耗，跟住售電等等性，你永遠即係都係即係賣電嗰個價格，即係賣即係工業嗰、那個，譬如工商業嘅電價，舉例以新疆嚟講，你係四毫八子，民生係平少少，大工業平少少，零點三六，跟住譬如即係民居民就零點三九，你呢個價格就 fix 死咗。但是你的电即是产电那个成本就高了。那没有一个企业是即是产电即是产一度电你输一蚊，没有人继续会这样做的嘛。即使你是即是什么党国体制啊等等性，那这些就去回即是经济主义是没办法的，大佬你继续输下去，但你中央你又不肯抌钱回下去这些即是电企的企业。还有最惨的就是即是看回本身即係喺頭先我講嗰個價格就係喺外國嗰度啦。咁如果你睇翻即係今年秦皇島嗰個動力煤嗰個價格，其實都係升咗幾倍啊，冇幾倍啦。即係如果呢度二零二一就係六百度啦，咁跟住如果去到即係呢家咧就係大約七百五十度咯。咁所以都升咗成兩成左緊。咁所以但係地方嗰個財政咧又 support 唔到俾一啲電廠去繼續發電喎。咁你睇下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各省嗰个财政缺口，得一支独秀系上海有钱赚，全部系缺口晒。咁你地方省份又点样去支持翻俾呢啲即系电厂去继续可以生产电？咁所以冇办法，发债咯，可以发债噶嘛？又跟住又系即系受好多控制啦。咁所以翻翻去咯。好似暫時雷總係咪唔記得咗我哋喺聯合國裏邊即係一個減排或者嗰、那個即係、就是、巴黎協議嗰個協定咧？九月二十九號，山西省公布十四省區四季度煤炭中長期合約，又去翻山西掘煤喎、哦。你知中國嗰啲煤咧個質素咧，比澳洲咧整體 apple to apple 咧係差啲嘅。第一嗰、那個能源，哇！你都好客氣啊，差啲啫。個能源含量啦、啊，即係低啲啦、啊。個硫個含量又比較高啲，你又會造成酸雨等等性。個問題又係翻翻去咁，喂，咁你之前做嗰啲嘢係點咧？咁我想講一樣嘢咧，就係咧，我知道你而家夠鐘，不過講翻就係、是，我諗係中央係即係唔想用外匯嘅情況咧，都幾嚴重。咁啊，呢單消息未必關煤事，但係咧。好特別，我見到香港啲傳媒冇報道，就係、是、中國唔買美國嘅大單，反而係買一個比較貴啲嘅巴西大豆。咁呢個係九月十六號嘅事件。咁啊嗱，佢冇完全講曬點解，但我估計會唔會有機會係因為巴西肯接受人民幣做計價，唔需要接受美金，所以佢寧願買一個巴西貴啲，都唔想買一個美國。你不要忘記了美國和即是中國又不一定的又不一定的我猜的我猜的他說他說就是因為船期因為颱風等等絕對有這樣的機會的但是你看到現在是不肯買大外國的一些大宗商品的時候你要用美金這個都是其中一個 factor 可能導致到他不想用錢那很多東西都會有即升到但是、啊、雷總你之前比較關心的船期在上海終於跌翻啲咯，就即係比起即係比起上個禮拜咧就跌翻啲，點解啊？因為冇工業出產啊嘛，大佬即係停電，跟住所以咪啲船期咧 overall 咧係跌咗少少嘅，跌咗幾個 percent 咗近。咁所以嗱唔多講啦，即係之前成日講啲新能源咁，但係喂全部都係一啲好偏僻嘅地方。你個智能電網等等性又唔係可以好確保到可以去到昆山裏面去俾你即係用電，
你又有即係輸電嗰、那個即係損耗等等性，呢、這個問題好嚴重喎。我覺得即係好大結構嘅問題，你又可能係中央同埋地方嗰個責任嘅問題。第二就係本身電網嘅問題，其實都未解決得好。第三，外國嗰個能源價格，大宗商品升到咁多，你又未必夠外匯可以肯捨得俾你有嘅，我覺得，不過未必係捨得，咁啊導致到即係依家減排嗰個目標又做唔到，又去翻山西掘煤。阿雷總，你講兩句，你覺得即係最後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咧？其實我不是覺得咁灰，老實講係，即係當然而家你即係刻畫咗好多好多個問題啦嚇，咁但係其實有啲問題嚟講嘅話咧。即係我覺得又唔係下下都同嗰、那個即係中國外匯即係惜金如玉嘅一個關係嘅。老實講係，你即係甚至乎包括話同呢個巴西嗰邊買大豆嘅話，咁其實我即刻諗到嘅可能有一個原因就係話，其實佢想同呢個巴西個關係係搞翻好少少咁解嘅啫。因為咧，我最近睇到一啲 news 就話咧，巴西咧就考慮緊咧，就係唔再買呢、這個中國製造嘅呢個疫苗啦。啊，因為咧就覺得佢效用比較低啲咁樣。咁啊，而巴西咧，其實過去嚟講嘅話咧，如果以接種疫苗嚟講嘅話，就中國製嘅疫苗咧個比例係最多嘅咁樣。咁啊，呢個都係一個生意嚟噶嘛嚇。咁啊，咁所以即係生意。即係在商言商嘅話，咁啊嚇攞啲嘢等物交換嘅話，咁所以可能好多原因嘅，即係唔淨係呢樣嘢嘅。同埋你頭先你都提及到就話，山西煤或者中國嘅煤炭同呢個澳洲嘅煤炭喺個質量嚟講嘅話，可能爭好遠。咁大家都知道，即係中國同澳洲而家個關係係如何地好啦嚇。咁呢樣嘢嚟講嘅話，又話呢個即係唔買澳洲嘅酒，又唔買澳洲嘅牛肉，又唔買澳連可能奶類製品都唔買咁樣。咁但係老實講，即係政策嘅嘢就因時制宜嘅啫 ，OK， 咁啊會唔會可能有少少調整嘅空間咧？咁樣或者佢可能佢唔需要話大即係大肆宣揚話喺重新再喺呢個澳洲買煤㗎 ，OK， 佢只要係暗地裏放寬少少咁樣嘅話，咁已經可能有機會係重新再入口呢個澳洲嘅煤咁樣，咁所以其實有好多嘢係可以做得到嘅，咁同埋嚟講嘅話，天氣嘅嘢咁大家都唔知啊，係咪先？咁當然我哋可以向一個最惡劣嘅環境去睇，就話哇，英國而家都咁凍啦，中國嘅話肯定更加凍咁樣咁。喂，天氣嘅嘢邊個會知啊？足球嘅嘢波係圓嘅，上下半場都會唔同啦，係咪？何況而家我哋先至係去到九月底嘅嘢咁，所以我亦都唔係一個即係氣象學家咁，所以我冇辦法預告啦嚇。不過即係我覺得有部分嘅因由。係同個結構上面係有啲關係，但係亦都有好多係個政策上面嘅影響嘅。頭先包括就係話，而家個別省份同呢個吉林喺度傾緊一個即係中長期嘅供煤協議咁樣嘅話，咁其實你一方面你亦都可以講就話，喂，我哋長遠減呢個碳排放嘅目標，呢個政策冇改變㗎，不過係微調嘅話，咁其實好多空間可以做嘅。問題就係點樣去自圓其説嘅啫？呢樣嘢係咁啊，即係老實講，我就覺得中國人最叻係咩咧？就係生存咯。OK， 存在咯，咁你一定會揾到空間存在㗎。OK， 咁你點樣可以將即係呢個政策上面調整到係可以能夠渡過咗而家呢個難關咁樣嘅話，咁啊咪就係、是、完成嗰個任務咯。呢、這個就係、是、好啦，呢節超曬時28分鐘，咁啊下個禮拜我哋做 live 啦，咁啊應該人齊，咁啊下個禮拜再見啦。好 ，OK， 好，拜拜。